我来分配一下吧， okay。 咱们可以先组一个顺序，咱们之后不行再换。你肯定是那个不行了，那肯定了。你这个没问题吧？仰卧起坐它不用脚啊。哎，第二个关卡啊，三位弟弟，我觉得这个歌大家都会唱，嘉宾都会唱吗？对，我觉得谁就是相对来说，哎，体力好一些啊。那我来吧。你看看，男友力就是你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太 man 了。我自己报名关卡舞。哎呦，这很难的，好吧？那这样吧，这很难的。我就第四关了，那我第一关。因为我觉得位置比较适合你，是什么？前面四个人都过了，还有压力。我觉得五次机会可能不太够啊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你们到不了我这里。你往后踩一点，往后踩，往后踩一点，然后蹬大力一点，蹬大力，蹬大力点，蹬大力点。Oh no！ 道具坏了。录制结束，干得漂亮！你干了什么？